更细腻一些。德国选手豪斯丁，这一条205B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，还是不错啊。豪斯丁也是一个板台尖项的球员，在去年的世锦赛上，他也是跟搭档克莱因一起参加了男台双人的比赛，也就是拿到冠军。在最近几年，他在跳板，尤其是双人跳板上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第二年的奥运会拿到第四，最有含金量的一次胜利是在。下面来看中国选手何冲的动作，一跳514，向前翻腾两周半，转体两周。我们可以从慢镜看一看，好像是走板稍微出了一点点差距，略微有一些些退板。何冲呢，在来到上海之后，还是略微受了一点小伤，他的这个膝盖上是在之前的适应期就总是不能够完整的发挥。他的雷克豪斯丁在上一轮之后排在第七位的选手，这也是今年的世锦赛获得双人第四的队员。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动作。起跳的时候略微有一点点退板。板呢，就是运动员在走板的时候，起跳之前的最后一步，双脚落板的时候没有能够非常的接近板头。我们知道跳板是一个有弹性的啊金属板，越接近板头。现在在世界三大赛的决赛场上，尤其是到了世锦赛跟奥运会，男子单人的跳水往往冠军的成绩要在530分、40分甚至以上。那540分的概念就是说，在每一个动作都要跳到90分甚至更高的成绩。何冲的407，不错，只稍微不够一点点。那何冲呢，也是确实因为身体方面的原因。其实这样的老将啊，但是有一些自己的节奏和调整的方式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他在预赛这样不错，82.25分。豪斯丁在上一轮之后位次上升一位，还在第六。这是豪斯丁一整套动作里面难度第二高的跳，最高的是在第五跳的109，3.8的难度价值，完成的还是不错啊。5355这个动作，反身翻腾两周半，转体两周半，动作环节多，非常的复杂。而且呢，这样的多周翻腾和转体的队员，他的翻腾半径就越大，就需要更高的起跳高度来完成动作，难度也是指数性的增长。来看何冲的这一跳，很关键。不错，比预赛的时候好。刚才预赛的这一跳略欠缺一点。何冲也是去年世锦赛
赛这一项的冠军，在前年的奥运会上拿到铜牌，89.25。全力去踩，那自然尤其是腿上反应会是大一些。在这一轮之后，曹原是领先合同5.35分，排在第一位，合同第二。杰克拉法排在第三，墨西哥选手排在第四和第五位，是第九到第十六位的各位选手。2014年国际泳联是世界杯赛，感谢农夫山泉州好势力的大力支持。现在比赛已经过半，还有三轮动作即将要进行。关键的动作，心理上不够坚定，容易出现一些起伏。德国选手豪斯汀帕特里克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，差一点儿这个动作，而且的时候不够的比较明显。豪斯汀呢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选手，那所以呢他是需要更高的高度，更大的起跳高度来为自己争取动作的空间。这样的立定起跳就需要运动员，尤其是下肢有非常。我们来看一下何冲 207C，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动作，3.6的难度。那这个动作呢在这个赛季也是有一些难度上的调整。刘恒林教练是一直带了何冲很多年。不错，入水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。何冲的没有完全的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，就是起跳的高度啊，压板沉板的时候稍微有一些。48.45，84.60，看到有效分基本上都在。这一轮结束之后，曹原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，何冲第二，卡瓦莎排在第三，杰克拉赫尔排在第四，第五名的是罗密欧帕切科，来自墨西哥，第六的是帕特里克豪斯汀。这是第九到第十六位的各位选手。那英国的米尔斯呢，在这一轮还是有点可惜。虽然完成的质量不错，但难度确实太低了，只有3.0，没有竞争力，也是直接影响到了排名。拿50多分，基本上就像是一个跳了规定的动作一样。来看豪斯汀，上一轮之后。连续第三轮排在第六，啊，好的，109，大分的队员做109更加的不容易。有一些配板，热水略微不够一点点，但这些都是小问题。91.20，来看一下何冲的109，期待在决赛里面更好一点吧。109今天这一套确实有点失水准。结束了，最后一轮看下排名，曹原排在第一位，在这一轮里面109，国中的109确实收获比较大。
选手超过排到了第二，和中第三。豪斯汀排在第四，第五人是扎克哈洛夫，第六人是美国选手布拉斯麦考瑞。2014年冠军连胜是在追赛，感谢山泉老师大力支持。下面还有最后一轮，奥斯汀帕特里克上一跳之后，位次稳步向前来到第四。上一个动作就退板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上一个动作完成的是109，这一动作退板的更多。虽然说现在的运动员能力都很强，即便是有退板的情况，仍然是可以把这个翻起来，甚至是有的队员能够做得不错。但是如果能有一个好的走板，他才能算得上是有可能去做一个高质量的好动作。来看一下何冲的51.56，刚才卡斯皮略这个单个动作拿到了87分多，不到88。还可以啊，这个质量还是要比卡斯皮略更高一些。入水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不准确，那在新规则里面这个还是要扣一些的。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谁扣掉了决赛资格。曹原排在第一位524.10，捷克拉法尔和冲分列第二、第三，德国选手豪斯汀，美国选手尼古拉斯，乌克兰选手伊利亚克瓦沙，包括俄罗斯的扎克哈洛夫和墨西哥选手卡斯蒂略。这个其实最后一套5.56差的比较远。美国选手大卫布吉亚，墨西哥选手帕切科、斯内健，以及澳大利亚的格兰特尼尔都是获得了决赛资格。应该说意外被淘汰的就是俄罗斯队员库兹涅佐夫，这是奥运会的银牌和世锦赛的银牌得主，在这场里面就是发挥。